来70号张景明，请上台演唱《末班车》。73号张维佑，请准备。主持人、评审老师、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犹如你来的时候，渐走的乐火终于再没有哭过，走的路太累了，眼泪难免会沉重，你如没错是应该回家坐坐。悄悄地刺进耳朵，这一次回首，我怕再没。